是这行，你知道，有时候规则还是要有的。这行在走，规则要有。Hello， 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叫许绍瑜。耶、yeah, ，欢迎。耶、yeah. ，我要先来进行一个游戏，之前也有玩过理想型二选一，今天不一样的是男孩女孩二选一。男孩女孩哦。黄子维，黄子维，黄子维，跟汤玮琪，汤玮琪啊，汤玮琪跟子珊，我专情汤玮琪，汤玮琪，好，汤玮琪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汤玮琪跟明雅，汤玮琪啊，汤玮专情啊，对啊，那汤玮琪跟叶静涵，汤玮琪，哇，没有在犹豫，对啊，汤玮琪跟林杰恩。他，等一下，我就有点尴尬。我一定要选他、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嗨，汤玮琪跟于坚，汤玮琪，汤玮琪始终不变。对啊，跟我是女孩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谢依红。哦，对不起，玮琪，谢依红，谢依红，这一定谢依红的，对。为什么要选谢依红？那太好了，就是高高的、啊，然后白白，然后感觉就很好控制这样。然后想控制什么部分？啊、全部。谢意宏跟 Maggie 姐。Maggie 姐，那到底 Maggie 姐是谁加的？刚刚才加的吧 ？Maggie 姐跟制作人姐姐。那当然是制作人姐姐了。懂我意思？就是有时候是这行，你知道，有时候规则还是要有的。规则要有是不是，对，什么的规则？对，这行在走，规则要有。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会选制作人吗？啊，就是规则，对不起。哎、欸欸，就是好好说话，就是好好，因为我觉得他算是在录音，哎、欸，然后讲不出来这样，因为他哦有啦，因为你要不要让我讲话？你要不要让我讲话？我觉得很感谢他，他是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个姐。我离开了，他来讲。第一期就是单纯的，我跟玮琪两个人的情侣之间的一些小事情，然后一些信任的问题，或者是吃醋的日常，对，然后喵，然后就是怎么去解决啊，然后就是比较简单，因为就我们两个人世界。那现在第二季呢，故事变得比较大，然后有我的学弟啊、学妹，还有学弟的姐姐、朋友们，叭叭叭之类的进来。那我觉得我的角色还是一样，我是一个专情的男子，健身。打拳、跳舞，有没有还未公开的才艺可以跟大家说？好像没了。哎、欸，有哦， oh, 好像还有跳舞没有？哦、oh, ，跳舞嗎？对，还有跳舞。我以前 dancer， 开玩笑。哦、oh, ，真的吗？那可以现在随 Q 来一段吗？不准备跳这个，没有。第一波没有，没有。我以前真的是对 dancer 了。跳哪一个部分？跳哪一个种类的？我是跳 locking 的。哦、oh, ，真的吗？对。那可以手又来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就基本就是。手转，然后脚带拍回来，棒 ，point point lock， 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有在接触，应该就主食吧。对，就觉得蛮有兴趣的，蛮好玩的，而且蛮可以训练你的反应、口条什么的。女孩要干嘛呢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小清新，然后也适合一家人一起看的一个剧。对，那里面的故事呢，是会发生在你生活之中的。对，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。每个角色不同的变化，然后还有跟你的故事、跟你人生有没有一些连贯？那我非常真心的推荐《女孩要干嘛》第二季，恳请大家支持一起看，谢谢。